我们在水稻收成的同时，我们铁中镇也在农民朋组织农民朋友也是大力，东种嘛东种，东种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就一边收割水稻，一边东种，都两手农民就两手忙，我们政府也两手抓，到现在为止，田镇那个。 马铃薯的冬种面积大概有2000亩左右，预计我们就在下个月10号左右，全镇要全部完成冬种马铃薯25000亩面积。 目前，我们组织了6家农机专业合作社，在全县调配了1000多台收割机，帮助老表抢收晚稻，努力确保颗粒归桑。